我的意思。就想说，因为这个协定的内容吧，就是签的那个协定内容。是会有外国人来吗？还是不会？可能不会。还要特别跑到花莲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个活动。好，很酷。对。对，所对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用 GoPro 的。对，都会拍。你想要录的话，整场的活动结束也可以录。GoPro 应该没有撑那么久。我回去，应该这次电。没有，我按了就会有了。有，对，很酷。